迎 Jackson 王嘉尔，欢迎王嘉尔。以歌手出身的王嘉尔拥有精湛的唱功还有舞蹈的实力，那今天晚上他也将为我们带来他的新歌手秀。欢迎王嘉尔，欢迎，来这边请，来，我们先握个手。欢迎嘉尔，我们在中间先拍张照片好不好？要这个比出一个 V 的手势好吗？对，往前一小步。是，王嘉尔去年就已经参加过我们的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，而是拿到了这个年度最佳综艺之星的殊荣哈。不知道今天晚上嘉尔又会获得什么样的殊荣，而且今天晚上嘉尔会给我们带来他新歌的首秀，所有的网友请敬请期待。嘉尔，看一下左边，来左边。所以今天嘉尔有新歌的首秀，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我们的星光大赏当中将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是，来嘉尔，今天是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星光大赏了，对不对？去年我们在厕所碰到了，然后今年又来了，什么样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有不一样的变化吗？没有，就去年来的时候，就那时候还是在拍很多的综艺节目，然后这一次呢就也不是，就开始做自己音乐了，就也开始有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了，然后就 就有点不一样的身份。对，更多元了。对，那嘉尔去年又获得了一个殊荣哈，那今年星光大赏有怎样的期待？他特别关心我，就说好冷哦，特别的贴心，太薄了这是，而且他要站两个小时。没关系，看到你们我就心里非常的暖，虽然你看到我在抖，但是我很暖。不要骗人。好吧，不骗人。是，今天要带来这个新歌的首秀，会不会有点紧张？其实不会，就正常发挥嘛，就练习一样，像练习一样。对，那奖项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就拿不拿就都无所谓，就自己尽力了就好了，就不后悔就好了，要。就平常心对待，我们今天来，对对，就是平常心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大赏，然后还是主要跟大家带来我们这个新歌的首秀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元的、更不同身份的王嘉尔。我们也感谢今天嘎嘎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好不好？掌声欢呼声送给王嘉尔，谢谢王嘉尔，请大家那场来我们内场请，谢谢，替我进内场温暖一下，谢谢。马上要走上我们红毯的就是张翰，欢迎张翰。